个区域，如果那四个区域可以伸的话，它就会伸出四只。哦，所以每20秒伸四只就对了。对，但是如果它搜索到那个区域有方块挡着的话，它就不会伸那一只，就可能变成三只，甚至完全不会伸。哎、欸，没中。表示完全听不懂算了。懂啦懂啦，为什么不懂？又没有很难，都是中文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不是讲英文就好。浅显易懂的中文啊。哎、欸，那个麦块不那个1.9，我有看到那个1.9的那个讲解里面，制作团队有讲说会中介之后会出现堡垒。中介堡垒，太好了。哦，中介堡垒。终于哦，不然每次只有中介龙。要不然其实中介其实很空虚哦，标的就一座岛而已。哦，这边有个钻石，就一座有虚空的岛而已。20只，你要是自杀都可以从中介直接自杀。我要做什么呢？你们要去了吗？剩半小时，好慢哦。有啊，可以走啊，走啊。我已经做出了弓箭。哦，太好了，最后一次魔，可恶！我也想附最后一次魔哎、欸。可是这边的石英已经告捷了，我去打猪人好了。打猪人，打猪人应该是又快又方便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十三是快，可是不一定方便。哦，床，哦，是马凯，还是跟村民换？喂喂，铁胸甲。防弹二耐久，好烂啊！我都在那个头顶上，难怪我找不到。我也去地狱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好像麦块也有讲说要出故事模式。哦，对，好像有、欸。对，要出那个是不同游戏。哦，是哦。可是还是不是说你现在玩这个麦块，你就可以玩它的故事模式？不是，那好像还是要去 Steam 买之类的吧？对，要另外再买，那是另外一款游戏。啊，我们买过的，那个炸弹烧起来了，地狱的炸弹烧起来了，把他救回来，把他救回来，已经没救了。你是把他救回来？就那边讲没救了是怎样？我的天哪！啊，就被烧掉了吗？不然我能怎么办？可以用个石栅栏做出来啊？什么？不可以啊！我身上都是石头，不知道丢哪。我先去僵尸猪单挑了，单挑，来单挑啊！臭猪猪，听说买过的不用再买是吗？真的，反正我那是另外一款游戏了啦。可是那个还蛮，就是蛮值得让人去看看的。会好烧掉了，蛮想玩。我一直以为炸人是不会烧掉的。会啦会啦，这个猪怎么满成这样了、啊？你去哪刷、啊？我们家门口一直都没有、欸。有都好多、哦，好多、哦，突然生出了好多。猪怎么满成这样、啊？你说僵尸猪吗？不是猪，猪哦，挺小的，是有谁？哎，我先把这个东西，为什么我身上会有这个东西？你们要金苹果吗？现在可以换苹果，绿宝石可以换苹果。不用，我已经有苹果了。苹果，刚才看到的，杀几头牛好了，怎么满成这样啊？哇、哦，僵尸猪好多哦，我都把它换成牛排。这太多了吧？什么东西太多？你是说猪还是牛多啊？哦，牛啦牛啦，想说我怎么会有猪？他被搞得很乱，你知道吗？啊、这个牛已经塞得很，哇、哦，塞得很夸张了。可是我应该之前才弄过而已啊。哦，哎、欸嗯，死了！僵尸猪人杀死纸片模型，死了！为什么死了？纸片要死了。沒關係啦，那个大胆推测大概是因为秋风那个东西，没错，那个就是指观众叫我杀的、啊。哎呀，哎呀，所以没有办法的了。没关系啊，你也没东西了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他用了，可以给他死了。就是付不到五、欸，要死了，你身上都是我的铁甲，我去帮你砍呐、啊。我发现我不管再怎么付都永远付不到所谓的无限。等一下，一过去就会有吗？应该吧。还好。什么叫一过去就会有？就是在地狱门旁边啊、哦！我还没有看到世界的时候就会被打了吗？太近了，没有那么近。哦，左边啊，左边。哇，真的有可能哎、欸，冲过来了。啥？剑快跑了。啥？
就是你不要掉进火里面。好了啦，我帮你拿到了啦。烧掉，烧掉。熊甲，算了。哦，要死了。纸片把这里围一围啦。胸甲啦，这个给你啊，这个给你啊，拿去啦。反正东西收一收，我准备直接去了。我要冲了吗？我决定直接冲，要不然的话，这要不然我们今天什么都没有做到。哎呀，哎呀，纸片你怎么要死啊？你是不会拿到东西就回去是不是？无心，等一下你直接上二楼。我还有东西在里面。啊、哦。你还有什么好东西？洞里面，往左边有个洞洞。没有洞洞啊。啊，有一个小小的洞洞啦，走过去，再去一次，再去一次。纸片，你不要玩我们好不好？迟到有点烦啦。我跟着你可以吧？这里，这里，哦，下来啊，你下去自己拿、啊。我不在旁边帮你看着。有人去了，有人下去了。不打我，不打我。他追着我，他追着我。哦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他等要死。好的话，我那边自己有那个有一个。这里有木头啊，把木头捡一捡。哦，你什么时候有一颗钻石在手上？那是我的吧？对，那是我家的吧？对，不是你家的，你放在那个我放在箱子里的嘛？四个箱子那边。嗯，在用的那三颗。那个哦，那是悟星的，新的。嗯嗯，给他偷过来啦。好，先把它捡来，我拿去当做我家的。传家之宝，悟星的东西变你的传家之宝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个，传子被拉走了，没有错啦。是哦，哦，哎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之前是你好，那为什么你在这边？啊，新的之前是不是？哎，你在楼下？哇！还是算了。好了，我要直接走了。图书馆管理人乖，神职人快要了，快要了，我快要三十级了。用的家伙，打打猪人就可以三十级了。我大概准备差不多了。好，我要直接冲过去。我再打一只猪人就可以了。看能不能去风破家附魔。床在秋风那里吗？对。好。好。悟星，你到时候直接上我家二楼，哪有？我从那个一开始就带着床带到现在，一堆观众都问我说，为什么秋风你身上有四张床？从头为止都带着。不是你一开始都讲过了，就代表他们前面没有看到。对啊，好了，三十级哦，我付最后一次，我拿我的弓箭去付。哎，好了，回来了。好。要一个青金石，忘记拿青金石。哦，那边有。请不要告诉我，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打、哦。立即治疗，拿个强力的弓。你的药水放在哪里？二楼，二楼是不是？二楼太多哈，太多的话，到时候最后那个人最衰。二楼，拿两瓶就好。二楼，你们有人捞牛奶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都直接丢那个，我要直接丢药水。耐久三，希望有中。飞剑回复药水，立即治疗二。没有，只有耐久而已，烂透了。一，那我不射箭了。一二，好了，有了，我可以来酿造药水了。飞剑放这，哦，钻石我放回家。在哪里啊？哦，超过了吗？我走超过路。倒数二十分钟，赶快走过去啊！你走过去了、哦？还没。你要不要带我过去？迅捷药水拿一罐。哎、欸，有迅捷药水哦。飞剑立即伤害，飞剑回复，好，都拿两罐，好了，走了。你看吧，我去拿一下，忘记拿迅捷。我去拿一下迅捷。我有点想不起来在哪。哦，在这边好像看到了。迅捷。迅捷。耐久三的弓好烂，不对，八分钟的、欸、好久哦。我应该还要附强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是哪里？把强力附上去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呢、啊？它不是排斥吗？那个耐久和那个不会排斥。哦，放上去就知道了、啊。哦哦，用附魔书吧。对啊，我看到各种不一样的东西，可是我就是瞄了想不起来到底往哪边走。
截肢克星效率不是效率，击退是那个吗？强力二，强力三，负强力三好了。想不起来在哪里耶，也没有其他可以负了。看一下，我说真的，这里真的很不好认路哎，想不起来在哪里。好了，说不定我们可以走到你旁边，然后就跟你讲说，这边呐、啊，走这里。不能用了，好吧？我是有看到可以啊，光啊。可是我只有带22根剑呢，你们身上还有更多剑吗？我有31根。我有四足，你有四足，都给你打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们在旁边逛，我还在练亮照药水啊。这里还有多的吗？我是有一直有看到那个火光啊，可是我不确定那个火光到底对不对。可这边的话就是先，我看能不能合成出强力四，好不好？合。加油！打凋零了！强力四耐久三，被打凋零了。这个谁插的火把？这是强力四，完全没有任何标示作用啊！好好好，把这些放下去。这个标示史上最烂也没有看。我要过去了，我也要过去了。我捞完牛奶就过去了。好好好，我跟着你过去。去那边不需要带什么镐子、斧头之类的东西吧？我有一把剑是不需要，可是等到你需要挖东西把自己埋起来的时候就很需要。哦，好了，那还不带着？你要捞牛奶嘛？我错了，所以你会来牛这边嘛？对，好，我在这边等你。困难模式，我们应该是困难模式，对不对？是，一直都是啊。好了，捞完了四个牛奶，走吧。太困难。跳跳跳跳跳，走喽走喽！跳，我们还没有出门是不是？跳，我们现在要出门了，我们要往大门前进。纸片，你穿这样就要去了？对啊，很好。问题吗？不然你可以赞助我一些。告诉我，你这一个半小时都在玩什么？我这个半小时都在地狱打混啊。告诉我这一个半小时你都在干什么？然后就死掉了。哦，去，就死掉了。哎呦，我又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谁？我又从悬崖。你怎么走回来了？又走回来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怎么在这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不是出去很久了？很近欸、突然走一走，然后你就发现这有的没有的毫无作用的那个路标这样子。这里怪太多了。我看到史上最毫无作用的路标。跟那些没有用处的火把，是要跟着他躲吗？火把从来就不是路标哦、啊，那个是照路用的。快点，我们要赶快过去，然后那个。对啊，走了。哦，被射了，被射了。是把我药水全部拿完了。我没有拿完哎、欸，我走的时候还有了，所以应该是还有人没有拿。记得还有很多、啊，我还没，应该还有一人份的。我还没有喝迅捷药水。该喝一下，对，喝一下。大家都来了，我要喝一下。不行不行，喂 ，Reaper， 迅捷，喝一下你们就不见了。他说可不可以稍等一下？好，看到你们。好僵尸，稍等一下。不行，哦，好迅捷哦。哇，好快好快，太迅捷了哦。在我面前爆炸、欸，吓死我了！要到了没有？看到重大路标了吗？看到了。那个红红的东东啊，嗯，是那个红红的吗？有个像门框的东西啊，对对对，应该就是那个。先看到一个地狱柱啦，然后就会看到一个很像框、很框、很大的东西，一个90度的门框，小地盖的、啊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看到，看来有发挥作用啊！我还以为以后不会去那边了。果然有那个怨念呢、啊，啊，交给纸片线上啊。对啊，纸片，你先去看凋零在哪里。我先上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们先睡觉，我们先睡觉。那我吃点面包吧。啊，床在你身上对不对？对，床在我身上。好好好，等一下在那边睡觉。我旁边有多苦力霸、啊，走开啊！要把我炸死哦。